卫生署全力推动，希望妈妈呢能够哺育母乳，选出了10大母婴亲善医疗院所，台中慈院以满分之姿拿下了99年的认证榜首。看到在掌声当中呢，在台中慈济院的副院长庄淑婷，她获得了这个满分认证榜首的奖项。那么台中慈济医院长期推动母婴同室，让宝宝从一出生就跟妈妈在一起，也辅导妈妈哺育母乳，还发明了洗澡量身高体重多功能的宝宝洗澡床，获得了专利认证。卫生署也大力推荐妈妈们要选择母婴亲善医疗院所，让妈妈跟宝宝同时都有完善的产检跟产后的服务。